我用机枪发射两发在那边点他，他没发现我。看来这是不想面对了。那个两机哪里啊？不知道，我掉了。啊，炸弹！下一次。炮力 GPU 八。哎、欸，他的那个设定时长也太长了，长到。怎么这样？嗯，看有没有跳出。九九。妈的 T80 操他妈挡住好了操你娘没他妈没打中他我就差一点，嗯，把敌人追下。吓死我了！那个西瓜直接超级西瓜直接插进去我的视角里，我还有炮弹打过。这个2S6。有飞机，一点有一个 BVM， 这里看一下，履带履带，这不知道是啥，好像是新态。看不到他啊！干嘛？开始。B B。然后 B B 还是 B 点。我看不到人。这两台怎么被他们打死？被他打死？不知道，那你把他打掉。那反应很激烈。No！家里有 A 啊，下面喽！我死了，我死，我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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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了！没事，没事 ！Holy crap！ 在哪里啊？那个你干掉那个！我靠！我打中他的炮管，他没有死，他炮管没有坏。哎呀，我死了！哦，没事。没事，前面一只，前面一只。哦，你快！哦，哎，我的 AK 直接挡掉两颗，啊，帅啊！这里这还是这里还是。啊，是天启，天启，炮装填少。哦，在后面。我看哈。OK， 死了。
然后还有一个刚才有前面打我的。超离血，我要死了，拜拜。哎，打歪。Holy crap！ 前面是不是有人啊？我不知道哪里。没有没有，刚才那移动 T80被你打死。这边有两台飞直升机起飞。P.S. 帮我拦了几发飞弹，结果这 P.S. 全部都没了。好可怕的！不一样，他打死哪里了？不知道，打死那个下面重生点，他应该在那个 A 点那边蹲蹲那个家里。蹲我们家里，那我也蹲你们家里。等价交换。哦，有人。哦，你去了，我没了。谁啊？这还有一个。好、啊，我看一下，死了吗？啊、没，七二 B 三，一七二 B 三。对面 A， 不，对面有飞机。啊，下烟了。我没有拍架 S 一，只不过死掉。啊，这里有一个240。这铠甲怎么会死在这边？不知道。还没有吗？啊，好像不是240，是给 part 之类的。然后这个烟。放导弹往上打，好，找不到那台，这里有飞弹，飞弹车，我找不到那台七二 B 三，那应该地下，我不知道。我先去打这个飞弹车，你要喊呢？哦，好吧，打死，哎。哎，我要打的时候呢，我真想黑死了呢，但是说可以打他，不过，哎呦，然后被他抓到了，我上一有东西，像导弹的东西飞下来，但。那是我们队的。他们家重生点在哪里？在那里。哦，我看到七二 B 三，看到。他们是四排的同一个连队。我刚才米格二七有没有看到？你说。加看起来是，他们看起来是没有 AA。我靠！我还可以，我可以反着掉，我可以反着自导，我都太强了。有防空，不过应该是那个叶尼塞。他在打我 ，Hello， 失去控制，那些成员怎么力量？我们的叶尼山在这里。再踩 B 点。炸 A！ 有，我炸他。
看到了，收到你的炸弹。B 点有人。啊，我不是粉丝。这边直升机，我打导弹。掉了。我看不到 B 点的人。B 点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在哪。就去了。那没有那个雷射，夜视。有啊有啊，只是我因为我下来的没办法。就没有人出，没有人出防空。好像有，我刚刚看到飞弹上来，只是他来不及打到我。才12000，好多。